棒！现在邀请我们台电的王振勇副总，现在跟大家说几句话。我们敬爱的环保局张局长，还有我们，谢谢各位波罗来参加今天这个净滩活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我刚跟我们陈议员跟我们那个局长在谈，其实我跟马祖的渊源蛮深的，在战地政务没有解除之前，我那时候就要申请来马祖做电厂厂址的选择，那最后我们选定了目前的珠山电厂，所以我对马祖的感情非常的深厚。跟在地的各位先生女士应该是都关系很密切，那台电公司在做相关电力建设跟电厂运营的同时呢，对环境保护是非常非常的在的一个重视。那我们从民国83年开始发起了全国性的一个净滩活动。那台电公司办这样的净滩，主要净滩，那当然大家知道，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那中秋节大家都可以喜欢赏月啊、烤肉啊。那如果可以借由这样净滩的活动，那至少我们可以把提前环保来的干净干净。来，我们大家对环境的重视。最后记住大家，中秋佳节非常非常的愉快。那今天的净滩活动顺利成功，谢谢各位，谢谢。感谢我们王副总的支持。那我们台电是这个净滩举办大型的净滩活动一年一次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社会服务的一个指标我们非常欢迎各界呢能够对于马祖的这个环境能够尽一份心力，在这个糖源头的一个控管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今年这个垃圾是少很多我们往年可以捡起来的就是捡起来垃圾有6%左右，那没有捡起来的或是沉在海底的垃圾呢，要比这个呢要沉上3到5倍所以社协还有一些学校军方等等各单位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个支持跟热忱有你们真好，希望大家这个有空到海边去捡捡垃圾那我们的环境更美丽我们青山绿水这个能够这个在大家共同的维护之下呢能够更漂亮谢谢大家。大家还是要小心今天浪比较大，我们下面有警戒线，那就不要越过那条警戒线，那可以开始进团了。没有手套跟垃圾袋的可以来这边领取要注意工作安全安全没钱了对啊，够了，重量够了。在台电给需要好几百块。Thank you.
大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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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